我是小耿，历经千辛万苦，总算收集了紫银石。不得不说，蒙眼修修真的厉害。还好召唤石巨人的四种矿石集齐完毕，现在就可以等待石巨人出生的一刻啦。如今的我，背包满满的食物，还有神器武器，强大的物质支持，让我感觉石巨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了。接下来就得摆出召唤石巨人的方阵，在巨人头像的三个远距离，分别放上星铜石块、孔雀石块、紫银石块。最后就是，哎，这当当又想来搞蛋，嘿，想撞我，不可能的，一刀送你回到蒙眼星最深处。哦，对了，得提前吃爆食物，做好万分准备，这样才能增加胜利的概率哦。嗯，烤鸡好吃，火腿肠真香。最后吃上最强的攻击食物，羊肉包和汉堡，一切准备就绪，放上最后的钻石块，噔噔，哇哦，遗迹瞬间冒出一阵黑烟。天空上耸立一道光芒，这就是迷你世界最强的 BOSS 石巨人的诞生时刻。不过啊，我好卡，停停顿顿的，突然就紧张起来了。你欺骗了我啊！我没有，我没有，别打我，别打我呀！一只三角蒙眼当当好像很喜欢我。喂，你别过来，我并不喜欢你啊！哼，天哪，你怎么穷追不舍啊？赶紧逃啊！呼，就剩下十二点血，这块麦包差点连石巨人的面目都没有看到就狗呆了，真是可怕。哎，你怎么还在追我啊？啾啾啾，我的龙骨弓没有击退效果，哼，打不过啊，只能边打边跑了。还敢追我是吧？回头望月，我丢，嘿嘿，搞定一只丹丹。啊，石巨人发怒了，把他的手下打死了。哼，我更生气了，还要把你另外两个手下全干掉。蒙眼东东看见，哇哦，万箭齐发，这么厉害吗？不过我空中作战小达人也不是吃素的，我的剑法也是很稳的，哈哈，又搞定一只呀，就剩下这只会放炸弹的丁丁了，就简单嘛，开启精准射击模式，啾啾啾，轻松搞定。啊，不好了不好了，石巨人再次发怒了，你是谁？我是保护迷你世界的使者，专门收拾你这种破坏家园的坏蛋。啊，好疼，这机关好痛啊，浑身发热的，不行，我躲在岩石后补补 buff 食物先。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啊，好痛好痛，我的天哪，这也太可怕了吧，这岩石一下就被融化了。与其一直的逃避，还不如勇敢的去面对，看看你身上发什么光。蓝色的，哎，我要把遗迹上的灯柱灭掉才能进行攻击，冲呀，我敲我敲，嘿嘿，他晕了，我的机会来了，看到石巨人的血量在降低了，就这样，我开启了和石巨人的游击战，敲掉你的小心脏，我才能进行攻击。看到了，这次是红色的，不好了，又被激光射中了，不行，我一定要把他的小心脏撸掉，这样他才会停止攻击。我敲，我敲，哎，什么鬼？我怎么狗呆了？哼，这石巨人。